키라 시그널에 오신 여러분 환영합니다. 이번 키라 시그널에서는 각자 가장 친해지고 싶은 연습생에게 시그널을 보냈습니다. 가장 많은 시그널을 받은 연습생들이 어마어마한 혜택을 걸고 시그널 메이트 챌린지에 참여하게 되었습니다. 키라 시그널 신호. 신호? 이게 뭐 신동의 신호가? 가장 친해지고 싶은 사람은 누구입니까? 이 시그널을 기억하시나요? 我选的是 마이클 우. 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呢，最想亲近的选手是 Michael Wu。 我好像有在他身上看到曾经自己身上的一些影子，就是为了舞台，为了一件事情，然后不顾任何的阻碍去想要完成他，做好他的那种冲劲。所以我很欣赏这位弟弟。 Michael，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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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来了，Michael，来了，Michael，Michael，Hi，Michael，Michael，Hi，我们Michael很可爱，也是每次我们说Michael快，对对，他会，哎，你选谁？我选了你，我选了你，Yes， 我觉得我最想靠近的人在这个节目里是段星星，希望我们俩一起展现一个舞台，能一起跳 locking 和 popping， 然后我觉得我有很多能跟你学习，就是可能从小到大没有跟哥哥长大，但现在找到了你， so 我来了，这有点像中国一个节目一样的非诚勿扰。 就像我是他的心动男神，心动男神。为什么你是心动男生啊？其实我不是个女生。我也不是。你是能爆灯的吗？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们是好兄弟。嗯。 바로 도전 시작하겠습니다. 전용 포즈를 한번 전시해 보세요. 你知道七龙珠吗？ I know Dragon Ball. 这个吗？呀！OK，5，4，7，8。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来到 Lucky Team。救命啊！我不想玩了，我要退赛。 이어서 도전 규칙 한번 살펴보세요. 도전 시작! 도전 시작! 预备 成功了吗? 开始 1,2,3 1次 预备 도전 시작 一二三，两次。一二三，开始了。哎哎哎！啊，准备啊！正好大呀、啊。预备，走。来，我们得在这。等下掉下来。 这是掉进去球的问题，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一二三，走。Michael，我们要用背，对，用背，然后脚，然后对，给力哈，给力哈，一二，一，Go，Next one，踩着走吗？ 哦，这好像有点尖尖呢。啊！你头来看前面，预备走，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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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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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여러분, 또 한 명의 연습생이 이곳에 곧 등장할 예정입니다. 그는 여러분 중 한 명에게 시그널을 보냈고 챌린지에 함께 참여하게 되었습니다. 이런 동시야. 第三个人. 你觉得是谁? 那是雨，便是雨，是江亮。哎，我听到他声音了，子恒，子恒吗？外面的好朋友进来。哦，真的是太逗了，还专门去精致妆发了一下，是不是？没化，你这脖子跟脸都是两个颜色。我这次选的最亲近的人是段星星。 因为段星星哥哥呢非常为别人着想，有时候会把自己忘掉，所以我想跟他说，你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你也要多为自己着想嘛，这是我希望你能进步的一个点。<笑>这个，你选一个来。<笑>我选这个。<笑>你怎么也选这个？<笑>完了，我又带这个。<笑>在开始前，我采访一下麦克老师。 因为等一下是要进行他们两个人的battle吗？嗯，那你要选择留在这里继续参观吗？还是说你想要离开？嗯嗯，你现在眼神，你怎么你会嫉妒吗？我不会嫉妒哎，我会在这，我想看看。 바로 도전 시작하겠습니다. 전용 포즈를 한번 전시해 보세요.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Kira Signal， 지금부터 도전 시작. 1, 2, 3. 哦，我懵了。你快一点，要不你直接完了。快快快快快！一，好，1, 2, 3。 一二三，这是什么？用胸肌挤爆他，用胸肌挤爆他，用你的胸肌挤爆他，走，一二三，没有一点难度。 笑什么笑？这么开心！啊啊！来，上来！哇！啊！你头来看这边！嘣嘣嘣！嘣嘣嘣嘣！哦哦！最亲近的人是段星星，因为段星星哥哥呢，非常为别人着想。 你要干嘛？我把你也抱起来。哎呦！他有这么笔直吗你？要不要来笔直一下？OK。 哎，举不动。你背着子恒，你背着子恒。我们三个人一起拍。OK。 Kira Signal。接下来。 少泽需要再留一下，你们两位可以先离开了。好，我以为第四个人。还有一位，选了你。哦，你觉得可不可能超越我们的记录？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走那假水板的，脚趾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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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被我叫坏了。指压板应该我不知道能不能走过去。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吧，加油啊！加油！加油！ 많은 시그널을 받은 소감이 어떻습니까? 没想到哎，因为他们老觉得我有可能眼神什么又比较吓人，所以他们觉得我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亲近。其实我很容易亲近的一个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人，虽然我的表达有时候我不会表达，会把想说的话藏在心里面，所以不要误会我。 会是谁呢？对对对，看，待一会儿。哦，看到。啊！哎！进来。我的室友，曾经的室友。曾经的室友。
我最想成为好朋友的人是邵子恒。我们曾经当过一个室友，所以我们分享了很多事情。啊，还有一件事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奥斯达班的时候一起练习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伸出手，然后跟我说：“我们一起出道吧。”在我的迷茫的时间当中，就是他的话就给我很大的启发，给我很大的努力，所以我也想跟他一起出道，想跟他一起走下去，成为他的好朋友。那他可以了解我 ，OK？ 두분의숙소생활을공유해줄수있나요？就聊天，就是一堆一块聊天，今天的那一块，就是分享过之前经历过的那些经历，对啊，或者有好的有坏的，是。那现在分开，就是不在一个宿舍的时候，还会找到对方去聊这种心情？我一直去找他，他不找你，他不找我。嘿、hey, ，我，哎不，我这个人，我就，你说。哎，我在宿舍是不是就我们俩在一个宿舍的时候，我是不是就那种，我还聆听，我真爱聆听，我就其实不太会说些什么东西，我觉得。然后他说了一句，就是要再说我的中文口音，是不是？娘娘娘啊，你很好吗？还有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太可爱了。因为他实在是说话的时候，你来给大家说一声，我就这么说，对不对？就是就这种东西，我有就爱学他，不要学，就还是觉得他非常可爱，觉得。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太稳了，对，然后呢，他就骂我回击，你知道吗？没有。바로도전시작하겠습니다전용포즈를한번전시해보세요我们怎么弄？好丑的，那都是帅的。你选一个，你的 ending pose， 比如说 ，OK OK。这里是 Kira Signal。滴滴滴，你就这样子。OK。지금부터도전시작。Ready Go。一、二。还好吧？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再试一下 OK 一二三 OK 成功，要第二个是什么来着？要加气球吗？眼睛一二三 OK 加气球。对，这个、哦、对。哎，我没有默契。你换一个。啊！然后再来。哦。然后，哇哇，疼吗？哦，我还好。我举手，咻，啊，好了，耶！其实觉得自己会比上一组的分数高。现在几分？我觉得应该我们是两分。20秒。如果输了的话，没关系吧，反正是朋友的相互扶持。对啊，没关系。不知道刚刚喷头你在外面等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啊？刚刚肖子恒在这边有讲说，其实会有一些朋友说他好像看起来比较冷漠，没有那么人接近。但这一次你选择了他成为非常亲近的人，其实给了他很大的鼓励。真的吗？真的。你。选你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你给我很大的鼓励。这件事肯定对他来说是不是很、没有，我有时候就是
你来，那你对你说一下我一般我对别人的感情一般来说怎么就是这样子。我不是坏人，我感觉对。是他就是，可一直在专注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在练习，就是一直在专心练习，其他的都是，也不算是不在乎，但是就放在自层里面。但是他其实人也是挺好的。我说的说话羞了，有点高。再次恭喜两位完成挑战。现在觉得这成绩还重要吗？不重要，不重要了。因为我感觉友情是不需要用这个游戏来做的。希望你们可以一直一起往下走，不管在一个宿舍可以一起做到，可以加个油吧。加油，加油。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拜拜。